这你敢信？他先上把牛头啊，这个08暴女玩的有点好，他这他点的攻速是孽畜。我没闪，这个地方还有点，我必须出手拯救。你在逗唱我，好闪 W 群，这先玩不了了哟。好带节奏，兄弟，让对面侠也感受一下你。压雷。再 A 一个勾勾，我又再玩个勾勾，还没 W。就问你爽不爽吧，家人们谁懂啊？比 B 好一点，上路死的分了。好好好好，有种兄弟。你又在作孽，快跑兄弟，别回头。带着下毒，
你他妈！打谁？不是，你 W 落啊！我操！虽然说你也挺牛，但是你比对面好一点，就你没关系。这身皮肤活在我身上，与我一起生。主打的就是牛逼兄弟。生存意味着永不止息，虚空有。动手喽，兄弟！那打死谁呀，兄弟 ？OK， 好骗，就是要骗这么大，还真叫大，这一招。可以救啊！他妈的，他死了！哇 ，W 没拦着你，直接挑他呀！哇 ，Holy shit！ 我记得下马之后，他下马，他第二次挑是不用拦的吗？直接挑他 AW 死了，哥们儿，加一层电浆。你在玩你的吗？生存，这是一个城加黑暗收割加那个什么东西，暗夜收割的这么痛啊，300滴血直接死，哎，奇奇怪怪的，哎，我有感觉玩的奇奇怪怪的，我是被迫玩的奇奇怪怪的，我操！怕他干嘛？嘿嘿，知道你有闪现的，干嘛呢？等技能，他 W E Q 都交完了。快跑，兄弟！他有痕迹。
中野两个大招给辅助，我操，兄弟凶残啊！哥们有缘再见，哥们好自为之。该杀这个瞎的，好像没什么意义哦。该送了队友们。你这样解决就要 Q 一啊！我操，有眼多。暴风雨刃，他只能打顺风。看到我们送了，他现在又想玩了。不能先打石头人咩？真是的。算了，金刚力度没什么意义啊。我没看到对面打野，算了，放你一马。我回来了，也变强了。动作太慢。坏！我伤害这么低吗？爱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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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吸回来。又送了。可以打，可以打。可以打你的 M。还有金身兄弟。不是。我们剑魔人。大龙30秒。啊！我都想省进化打大龙的，我车我想，你真都假多啊？真都假多？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兄弟们！这蛇女，真都假多？这十二级的那不怕吧？木的没触发过呀，哥们。可以来啊，可以勾引一下兄弟。不来吗，铁子？KD 都十二级了，兄弟，让他逼啊，让他逼、啊，算了，打血量也行。好好好，
血魔还在带血魔，快递快递，兄弟，顶不住了，顶不住了。往哪贴？真有实力啊，兄弟！对面一点魔抗都没有，一点护甲也没有，打成这样了。你打小龙了，兄弟！你好自为之。怎么说，要不颠了？这蛇女好像没什么伤害。绷不住了，这也能抢？我应该直接去的，草慢了。妈的，打野送一波 ，AD 送一波，中单送送，一直送送送。这狼狗玩，快走兄弟！我没进化了，兄弟，还好对面没大，一样吧，没进化他没几把，辅助没大。开辅助了他们。这为什么能打成这样，很奇怪哦。我们缺伤害呀，好像是，但是我们全是伤害，为什么缺伤害呢？这是让人奇怪的一个点呢。世界一直在变化。那我操，是不是我们蛇女等级不低呀？等级还是压对面的呀？这你敢信？一下兄弟们，追一下 Q， 继续 Q， 我操，他还有闪，回来，操，被辅助吃了，我操，哈哈。小鱼一个鲨鱼，我死了，我有大了，我有阿喽兄弟，神女真别死啊！你他妈的，他好像没输出的，这纯鸡巴前排装备，我操！对面要踢，快溜！要个鸡巴。看这个，看这个，一波喽，兄弟！操，卡莎狗，妈的，四层电浆，太恶心了，兄弟！我都不要收集者，这小人也秒死了。我说实话。再送真不配赢，真的。
妈的，为什么敢飞啊？就算，哎，我想的是，就算，哦，我那波好像还没闪的，我不能飞啊！我看一下我那波有没有闪，我忘记了。